机械手被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说就是那种动来动去的汽车工厂用的六轴机器人，但事实上机械手被其实很多形态，那我们属于直交式机械手里面的其中一款。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塑胶射出成型的自动化设备，从1985年开始成立在台中市这样。我们的客群主要是包括在汽车配件、家庭用品、生活五金，或者是一些医疗器材、电子材料、精密光学以及建筑配件等等。那整个亚洲市场来说，从50吨到5000吨的机种都能满足的话，制造厂商的数量其实不多啊。那我们家算是其中几家这样。我们的机器的型号有分 TS、TM、TL， 就是小中大。那我们现在有在做阶梯式的产品，比如说有标准的、进阶的、高阶的，去符合客户的市场定位跟客户需求，安全性、耐用性，还有它的结构设计。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是用齿轮跟齿条做传动，再来就是我们的机身很大量使用离子型。那目前来说，我们机构经过统计跟计算，它大概会有82%到85%的材料是可以被回收再利用，所以也蛮符合现在客户会提倡说 ESG 啊，或者是材料环保这部分。这台机器是我们的 TL 系列，那特点在于它尺寸非常够大，它用于白色家电的取出，包含汽车、冰箱、电视、冷气，那仪表台甚至物流站板等等都是它的取出强项。希望借由这次机会，把这台销售国际的机种来带给大家参考。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以伺服驱动的模式去生产，不单是组装的部分，我们有独立的 CNC 加工部门。设计的初期就已经使用汽车工业同级的拓扑优化进行演算，在不牺牲结构刚性的情况下，同时达到轻量化的最佳效果进行切削的加工。而自动焊接机器人完全的排除人为因素及个体差异导致的品质落差，距离出厂前的最后一步还需要通过 QC 组员各种的检验记录及耐力的测试，以备未来查修作业做好万全的准备。他们的故障率真的非常低，而且也都很稳定，当天打的话他们几乎都可以当天到，就是尽量减少我们的待机时间啊。他们的服务效率快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分选项。除了现在看得到的伺服机械手背之外，我们也有规划做一些客制化设备。我们全台湾配备了12部的巡回服务车，原因就是因为这么庞大的市场使用保有量还有规模来说，一定要很快很强的售服团队才有办法去完成这些事项，而保持这个台湾塑胶射出产业继续运转。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机械手的警报系统及伺服驱动器的故障代码，大幅度的提高我们判断故障原因的准确性。有时候我们只通过我们线上的联系就可以把故障排除，并且我们会将我们遇到的故障情形跟故障原因还有处理方式做记录，来作为交战手册，提高故障排除的效率，让客户可以快速的复工。其实我们公司有一个标语叫 Never Stop Improving，就是希望我们的产品不断的进步。那其实不是只有产品，还有员工本身在相关的议题上面去得到一些新的知识收获，永远不断的更新，而不会去停止更新这件事情。我们针对市场的需求跟声音去做改善，在客户还没发现问题之前，我已经先帮他解决可能会发生的事情。